其实碎碎念哦，都是一种关心啊。没有关心就不会给你碎碎念，但是常常会制造我们情绪上的纷争，所以呢，会变成会变成常常会变成是一种争论纷争的的起头。但是我用歌曲来阻止他的碎碎念，他就不会有争议了。以后你也可以用唱歌的方式来面对骂你的人。不要再骂我了。放开怀嘛，打个麻将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娱乐一下嘛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来打个麻将娱乐了。现在带来的这一首欢乐的歌叫做《打麻将》。他们说的麻将可以开一身家境。